中国古人外科手术的水平绝对颠覆你的认知，这是古墓中出土的汉朝手术刀，这是出土的南北朝手术刀，这是辽金时期的手术刀，而这是明朝一古墓出土的整套外科手术医疗器械。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解剖是一个西医概念，那如今看到这些百年前甚至千年前的手术工具，你还觉得只有西医有外科手术吗？接下来提供三点证据证明我们千年前古代中医早已经掌握了外科手术的史料依据。证据一：先秦时期《黄帝内经》的灵书《金经水篇》里出现了解剖两个字。 而且里面还记载了古人解剖尸体来了解五脏六腑的经过，灵书肠胃篇里还记载了胃的大小、消化道的长度等五脏内尺寸大小的信息，这说明古人在先秦时期就学会了西医上所谓的外科手术。证据二：西汉的《史记·楚世家》里一段话清楚记载着古代剖腹产手术，无回生露中，露中生子六人彻剖而产焉。这句话意思是露中生了六个孩子，都是剖腹而产的。关于剖腹产，南北朝的史学家裴英在他的医学著作《史记集解》里说过一句话。 从右割下水腹上出，这句话中的水腹就是肚脐以下的部位。这种剖腹产的位置和现在的西医外科剖腹产位置完全相同，所以你还说古代中医是落后的吗？还有证据三：宋代人吴简组织解剖了死囚欧西范的尸体，并绘制出了我国古代第一张人体内脏图欧西范五脏图。而这和现代西医了解的人体五脏六腑位置极其相似。综合以上三大史料论证，你还觉得古代中医不发达吗？那至于为什么中医在现代变得没落不被重视？ 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古人阴阳五行学说的盛行，知识分子重道轻器，于是中医解剖学日渐没落。其二，中国思想里有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陈旧观念。其三是清朝道光皇帝在1882年下令禁止中医针灸和外科的发展，之后又经历一场场历史变迁史料的烧毁和手艺的失传，这才阻碍了中医的发展，时至今日才让我们的中医落后于他人。